回来，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做葱爆豆腐家常菜吧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赶紧保存菜谱，点击关注我的频道，因为您将收到我每天免费上传的简单菜谱视频。如果您愿意，请给我点个赞，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葱烧豆腐，材料有豆腐、蒜末、大蒜、葱、姜。大蒜切段，葱切粒，葱白和葱青分开放。姜切末，豆腐切片，调个灵魂酱吧，一茶匙蚝油，一茶匙酱油，一茶匙糖，一茶匙玉米粉，两汤匙水。炒香姜末和葱白。下蒜末，下大蒜，下豆腐，倒入酱汁，摆盘了。撒上葱花，
豆腐吸收了酱汁，嫩滑好吃。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，有更多美味食谱哦。如果可以，请给我一个赞，是给我最大的鼓励，感恩大家。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，一定有你喜欢的食谱哦。不懂要煮什么，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。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，中午是中文视频，晚上8:30为英语版本，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，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，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。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，不要错过了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。